先天满魂力20级的千仞雪惊呆唐三。唐三，你会为你刚才的话付出代价。她竟然是女人，小怪物，这是什么武魂？这是一种传说中的武魂，也是顶级武魂。老师说过，六翼天使象征着神的代言人，拥有此种武魂之人，不但先天满魂力，而且是先天20级满魂力。你说什么？只要拥有第一魂环，就可以直接去获得第二魂环。雪清河今年不到30岁，魂力就已经超过了70级，恐怕在武魂的年轻一代中，他才是黄金一代中的最强者。知道了我这么多秘密，我是不可能放过你的。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你是归顺还是毁灭？你伪装的还真是彻底，我也再回答你一次，战。好，那我就成全你，让我亲自来体验一下你现在的实力能够到达什么程度。